次嘛，高温是40度吧，然后那天也是停电，短信也在催嘛，就说你们早点把线叫好，然后就不用停电了。每天都是衣服全部打湿完的那天。刚开始还是怕的，第一次爬的时候还有一次性没爬上去，只爬了10几米高吧，然后一天比一天高，一天比一天高。只要不是下雨的话，基本上都是在上班的，自己感觉受不了了，感觉太累了，然后就休息一天了，然后就开始上。很多人问我哈，说你在上面不怕吗？但是我没办法，假如你每个人都怕的话，不去干的话，可能这个活永远都做不了。希望他们能节约电，他们能看见我们的辛苦，只要他们看见有些视频的话，可能知道我们的苦，可能以后假如什么停电的事啊，就不用那么催我们。